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、好久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危机了。如果这种分数被妈妈看到的话，瓦拉兹，妈，原谅我吧！真是太可怕了。不管怎么样，都不能让妈妈看到这张试卷，得赶快把它藏起来。说是想藏起来。不过到底藏在哪里好呢？不管我把它藏在什么地方，都会被妈妈嗅出来的吧。要不然就把它藏在落叶里呢？看来这样也不行。哎呀，院子里积了这么多落叶啊。对了，丸子啊，我们来收集落叶，烧落叶取暖吧。爷爷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帮你了，我现在没那闲工夫。这样啊，真是太可惜了。那么只好我一个人去干了。等一下，我用火把试卷烧掉不就行了。爷爷，你等我一下。嗯，我跟你去烧落叶，顺便我们再烤个红薯什么的，怎么样啊？哦，这个主意挺不错啊。好嘞，那么爷爷，我们去多收集一些落叶。好，干吧。看看爷爷，那边也有很多落叶哦。啊，那些我来扫。哇，收集了这么一大堆。这么多落叶，一定能烧得干干净净。嗯嗯，一定能烤得很烂。咦，你说什么？什么什么？不是要烤红薯吗？哦，对呀，烤红薯啊！对了，忘了拿最关键的红薯了。哎呀，没有啊！小丸子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妈妈，有红薯吗？红薯？是啊，红薯。我们想用落叶烤红薯。你怎么突然说要红薯？现在家里没有啊。哎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来，用这些钱去买吧。那我就去了。丸子啊，你一个人去不要紧吧？不要紧的，爷爷，烧火的事就靠你了。哎，就包在我身上。那好，等我回来。嗯，好嘞，大男人应有脏，现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让这火熄灭。啊，哎呦，糟了糟了，我回来了。爷爷，让你久等了。丸子，对不起啊，丸子，为了不让这火熄灭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可它到底还是烧完了。好了，可以点火了。报纸呢？报纸呢？就现在。爷爷，
这里有纸的。哎呀呀，我说落叶呀、啊。你们要点火，一定得小心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妈妈，你就只管放心好了。切，来的真不是时候。丸子，你说的纸呢？哎，啊，我好像没有，我到屋里拿报纸去。嗯。嗯，好了，放进去。好，这次一定要成功。你们这是在烤红薯吗？啊，姐姐，难道你已经闻到味道了吗？你还真是个大馋鬼呀、啊！说什么呀？对了，你烤好了吗？还没有呢，烤好了我会叫你的，乖乖回房间去等着吧。你生了哪门子气呀、啊？我哪里生气了？你真奇怪。那你们烤好了叫我吧。啊，唉，好险好险呐、啊！真是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的。嗯。这堆火烧得很旺啊，看起来马上就能烤好了。哎，再磨磨蹭蹭的话，这堆火就烧完了。上吧。哎呀呀，你们是在烤红薯吗？比起一个劲儿的在大火里烧，不如在小火里慢慢的烤，这样味道才更甜哟。是这样啊。不过现在这样的火好像又太小了一点儿。老头子，再去扫点落叶放进来。好，这就去。哎呀，老头子太多了。对不起。丸子，到屋子里去拿几张报纸来。我知道了，机会来了。放进去了，稍微等一下。就这样把报纸放进去可不行啊！把报纸给我吧。啊，不行。这张报纸不可以给你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上面登载了好看的漫画。那去拿别的报纸吧。哦，火一下子旺起来了。烤得怎么样啊？看现在这种情形，我只能来硬的了。幸好没掉进火里。好，爷爷，你接得真准。我接得准吗？嗯，真准真准。多管闲事。丸子，落叶已经够多的了，这次我一定要把那张考卷烧掉。哎呀，火苗越来越小了，不是吗？再放一点吧，已经够多了，红薯马上就烤好了。哎，别这么说嘛。成了，我一开始就应该这么干的。再见吧，再见吧。哦，下雨了。嗯，哎呀呀，老头子，你快点把红薯拿出来吧。知道了。看来这只是一场阵雨啊。说的是呀、啊、松松软软真好吃。嗯，真甜呐、啊、糟糕，还没有烧掉，得想个办法。哦，对了，妈妈，晚饭做好了没有？哎，已经这么晚了吗？哎呀呀，得快点了。是吗？那我也去帮帮忙。好嘞，下一个啊！我想起来了，姐姐。怎么了？我刚才看到报纸上说，今天有个电视节目里有西城秀树，是不是快到开始的时间了呢？什么？是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。秀树，我来了。很好，进展顺利，现在就剩下爷爷了。这样的话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，丸子？我看见了一只蟑螂。你说什么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哪儿啊？那只蟑螂跑到爷爷的房间里去了。天哪！
这下可糟了。好嘞，快去把试卷拿出来。不过这样也不错，就一下子都烧光了吧。哎，真是太危险了！丸子啊，你没事吧？小丸子，哪里有秀树的电视节目啊？啊，难道是昨天放的？小丸子，把体操服拿来。嗯，那是什么？不，没什么，没什么嘛。恐怕不可能没什么吧？告诉我那是什么？考了这么差的分数回来，竟然还想把试卷烧掉！我的妈！结果小丸子遭到了妈妈前所未有的一顿教训，刻骨铭心的痛让他明白了坏事是不能做。和姐姐一起看家，用这根拐杖往手里咚的敲一下，啊，就这样不可思议的变出了一束花。哇，真厉害，真厉害哟！是这样吗？爸，你可真是老当益壮啊！要在明天的老人会上表演给大家看的，大家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加油啊，爷爷！嗯，我一定会加油的。来了。您好，这里是英家。哎呀，好久不见，你好吗？哎呀，是这样啊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去的。明天吗？哎，再见了。咦，妈妈明天要出去吗？我的一个朋友突然住院了，我得到医院去看望他。你会很晚回来吗？这个嘛，因为那里路途比较远，说不定真的要晚点回来呢。姐姐，你明天6点才回来吗？嗯，是这样的。这样啊，爷爷奶奶也要去老人会。明天放学回来，家里一个人都没有。在姐姐到家之前，你得一个人在家了，拜托你看家喽。嗯，知道了。一个人呐，就是说漫画电视都可以随我看喽，我可得好好的享受这段难得的独处时光啊。丸子的肩膀在颤抖，心里一定很不安吧？啊，不会吧？难道他明天会？把钱交出来，不许嚷嚷，把手举起来。我们是外星人，你放老实点。糟糕了！老头子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才好啊？喂，没事吧，老爷子？决定了，我明天不去参加老人会了。为什么？老太婆，明天你一个人去参加吧。爸，你刚才不是还想去表演的吗？就是啊，爷爷。可是明天我得在家抵挡小偷、强盗、外星人，保护丸子。啊？什么意思呀？大家可都在等着看老头子你的魔术表演呢。是啊，爷爷，我很感谢你为我担心。不过我一个人在家没事儿。可是小偷啊、强盗啊、外星人，他们会不会？小偷倒是可能会有，不过强盗和外星人就算来了小偷，他也不会闯进我们这样的房子。就是啊，因为没什么东西好偷的嘛。是吗？第二天，给小丸子。哎，是钥匙。只有这么一把钥匙，所以别弄丢了。姐姐，今天小丸子就拜托你了。嗯，知道了。我是挂钥匙的孩子了。小丸子，那是
是，被你发现了。一开始我还以为你带着什么挂件呢。因为今天全家都出门。原来是这样啊，你一个人没事吧？不会寂寞吧？你也真是的，小鱼，对我来说看家是小菜一碟儿。哎，小丸子你好厉害啊。当然，这种关键时刻不靠我靠谁呀？姐姐虽然看上去很可靠，但实际上却很靠不住。你还真敢说。我觉得今天的小丸子好成熟啊。咦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我。我回来了。对了，好讨厌，都习惯了。我也真是的，习惯的上摇杆还真不容易。哎呀，这锁怎么转不动啊？怎么了？也没什么事。不会吧，他该不会是把我当成小偷了吧？我是冤枉的，我可不是小偷啊。别装蒜，你就是传说中手段高强，人称小个母耗子的神偷，被我说中了吧。我什么坏事都没做，我可不是可疑人物。哦，没事吧？要是被抓了，我回来了。我这不是进自己的家门吗？为什么要这样慌慌张张的呀？如果是平时的话。哎呀，你回来了，小丸子。你回来了，丸子。这是什么？妈妈不惜血本了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偶尔看看家也不错嘛。是妈妈留给我的字条。姐姐，小丸子，拜托你们看家喽，我会尽早赶回来的，你们两个一起吃点心等着我。妈妈字。还是等姐姐回来了一起吃吧。这一时段的新闻播报就到这里了，姐姐应该快回来了吧？松坂小姐，有请。今天好像回来的有点晚呢。今天在东部海面形成了一股高气。姐姐怎么还没有回来呀？她怎么还不回来？小丸子，你怎么了？姐姐你回来了。我在想姐姐差不多应该回来了。所以你就一直在这儿等着吗？在屋里看看漫画或者电视不是很好吗？我也想那么做的。真是的，你不是感冒了吧？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小笨蛋，人家等你到现在，干嘛说我是小笨蛋吗？好好好，快去洗洗手，一起吃点心吧。我好像有点着凉了，想喝热可可，姐姐帮我冲一杯吧。别这么奢侈。这几天都将会有天气继续关心新闻。那好，我开始吃了。我开始吃了。卡斯提拉真好吃。肚子太饿，吃急了。快来喝茶。差点把我噎死。吃完点心快点去做作业哦。不要嘛，待会儿再做作业嘛，先看会儿电视吧。看这个看这个，这个很好玩的。别看了，小丸子。你烦不烦呢，姐姐？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不要以为妈妈不在家你就可以忘乎所以了，真不像话。我不是说了待会儿就做吗？待会儿待会儿，你就知道说这句话，到最后还是不做。现在赶快去做。什么呀，姐姐摆什么臭架子？你说什么？什么嘛，我对你哼还差不多。姐姐你回来了。
找到了。哼，什么呀什么呀，这算什么臭姐姐。小丸子，干嘛？来，给你热可可。你刚才不是说想喝的吗？你是给我泡的吗？我能喝吗？喝吧。那我就喝了。怎么样啊？又凉又淡，跟妈妈泡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呢。什么？人家特意……不过，谢谢你，好姐姐。是妈妈，你已经到车站了。家里怎么样啊？你放心吧，有我们两个看家的。我知道了。我们等你回来哦。妈妈要回来了，太好了。妈妈这会儿一定很累了吧？对了，我们也给妈妈泡一杯热可可吧，她一定会很高兴的。说得对呀。姐姐，你要搅拌均匀哦。我知道啦。再过一小会儿，妈妈就要到家了。我回来啦。妈妈，妈妈，你回来啦。为了一年都能开开心心，明年真想在家里挂上一本可爱的年历呀。但妈妈却说家里不需要那种东西，虽然她唠唠叨叨没个完，却是为我着想。这是真的吗？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都是为你着想和做一本挂历吧，敬请期待哟。